日前和前妻的离婚风波闹得沸沸扬扬，频频登上版面，受到全球影迷的关注。随着官司结束，风波也暂时告一段落，强尼逮捕也准备强势回归影坛。但没想到最近却被爆出他在新戏中的片段遭到制作方大幅删减，让他从主角变成配角，而背后原因也曝光了，似乎是因为强尼逮捕在演出期间和导演兼女主角闹不和，加上拍摄过程中他都不守时，又耍大牌，因此直接惹怒同剧演员，最终的演出画面也才会遭到制作方大幅删减，只剩下约10至15分钟的镜头。而针对这些传闻，基于导演出席电影首映时也没有做出任何否认，被外界解读默认此事，也再度于网上引起讨论。